哦，看到我一眼就跑了。双簧一刀，然后小木屋实弹夹，祭司中间应该是哦不对，红教堂中间应该是祭司，然后黑妹应该在红毯或者墓地。不认空了，好像抓祭司去了，把洞打了。还在抓三家，三家要吃不认了，玩手电啊，他不是有手电筒吗？照他呀！好像是个插眼，我看一下，确实插眼杰克。这个阵容，阵容他带插眼的话，如果祭司打个长洞，他不就炸了吗？坚持了够久了，还丢两个，让他接洞去。接啊，搏命接洞，参加。参加不接不接拉倒，不接我接，你爱接不接。这个洞的距离也太远了吧，我知道你 QTE 按得准，绝对不会扎机。完犊子！你还没救下来，平了。不是救个人这么难的吗？他们是太耿直，就是直线往前走是误人的吗？我日，这个长刀还钻不过去。
你看这洞打的。跳个地脚吧，少扣点分。那烦跑碰到这种约瑟夫老头了，不仅打得久，还容易输，队友都不会交流。快走！三人敲一台，我就不信敲不完。他没找到人，二子，这人海中就挑中我了啊！你挂不上，哎。兄弟，快点，快点，闪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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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哎呀，下一波补救了，挺快的。他拍照的话，这店家不一定点得完。还救个锤子！哎呦！他真怕这个限制救不到，又给了他一刀。可以，金晶箱里面还能活一阵子，好吧？当我没说，平局吧，低叫吧。机箱也不进，跑到外面来让他挂。看一下，看一下地窖，找地窖去了。我是要想去救一救，还有魔术师店家还差不少了，玩牌。
他们是怎么做到约瑟夫平地打死？不知道是人皇还是海边，看一眼了。迪迦奥倒是知道了。不是这台。他要挂我。那我就我自己去。算了吧，赶紧下一局。师傅赢，不想打。约瑟夫，他要拍照了。又是约瑟夫，在小木屋，小木屋。啊、我被拍着了。在双十一呢，哎，我看到。修。啊，全机的。等会他要是出镜像了，你扛一下啊！我保护你。修得完不？完了，传了，修不完，走。可以。好，回家。打镜像了，打镜像了。要出事了！哎呦，我没打着。闪现。没闪。我快点修吧。快点去加了我的枪子。你要不要鸟？不用。哦 ，TP， 你铁憨憨， TP, 你还骗我，刚刚发闪现。TP。我这人打得我好快啊！那 TC 怎么跟窗跟那么快啊？你慢点。你去小木屋给你鸟，找小木屋去。赶不了小木屋。那双十一电机被守了，快照了，走我去了，我都没枪水了，下双十一了，等一下，我感觉他要暗影突袭，那你去摸一下你自己吧，啊，他没在，你修，我摸我自己，行。咱们哪对台的？看到了，蹲起来！啊，对不起，我要死了。反正你这金枪都吃了一刀，你不如让他打你一刀。不是，他要挂我李世界的，我感觉。不会，他挂不了，没时间。我觉得你得躲一下，我感觉他要揍你了。好了，我留了。哎呦，真的怼我来了！哎呀，不要揍我了，你好烦啊！哎，你看看队友在干嘛？我的队友一个在，俩人在互摸呢，在大船那边互摸，要挂你这里，挂回来。那如果你下来吃捞了，你自己补啊！这电机马上亮，我自己补。你快跑，十足马力，是吧？应该是平了这个节奏。哎，感觉好多残疾吧？应该。我去找找吧，
海边肯定有佣兵的，还有黑妹的残疾。小木就有一台。佣兵在零距离，我的天！哎，我好像能走。啊！这佣兵抢我窗户。那你去补，把双十一补了。我去补了，我去补了。你别炸了。不炸。他一直在打我，他不给我。强行补。你看，就差一点点，好气啊！他不是没。踢了，踢了。再回来的。没到，我渣男打他，我坚持到了。回不来了，这边没脚印了。对，我把我自己卖的。这一波感情深，感情深一口。我黑妹还可以救，就我这把双十一补了，然后重新提一台。我这双十一是压好的。哦，不对，小木屋，小木屋。小木屋马上亮，黑妹来救了，黑妹来救了，你去重新起一台。约瑟夫真的特效太猛了，搞得我手机都开始卡起来了。你刚才看他们俩都没手机的吗？没有，这两个人都往这边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差一点，差的很多。还取黑妹取消操刀了，你修一台，我这边这台可以压，但是得亮，因为没人救人了。我这台你应该飞了，可能才起，看能不能平局了。至于我脑袋有点疼，刚才吃了个冰淇淋，吃的太猛了，一口一口的吞。佣兵救不了啊，你这边电击还要被。金枪结束，好难受。他修完了，好像可以救，还可以救，可以救，有，还可以，有机会。要六，他是 GP 的。对，你要、哎、要六多久？六个蛇，六不了多久了，六。哎呦。那没事，你坚持会儿，我摸人。他没脚印了。再不把你卖了，保个平也是可以的。你的电机差多少？差的不多了。我去补，我去补。我没了，我就死在机子旁边。你这差的。很多呀！哎，他守机子了，你走，你走，守了，一发就飞了，一发就飞了。我贴门去了，你去消失。约瑟夫怎么就走一下，走。那台技能压好，那台技能压好，够压好的。小巴队友。全都死了还点不亮，应该是有机会，有机会的，有机会。他们能点吗？他在赶他们，赶他们。有人压没？有，也是够的。回来了，直接扯啊，直接扯，不然金枪结束了点不 了。哎呦，冲啊！别追我！别！哥！对他进大门了。我能活，哇！这个特效搞得我手机要炸了。门开了，发信号了。门开了。对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还是要被留下来。不行。哇！
他在这边贴脸传的，他在往王牌。我吸个鸟啊，吸个鸟。我就一口，就吸一口，一口我就有鸟，他不让我吸。他人呢？往小门去了。他这里还有脚印，我不敢去。不是，我就说这里还有脚印。那炸了，他们全都在那边炸了。他们全都在这儿。你有资源吗？他在自用地，我有资源，有资源。好像看到周术师了，嗯，看到周术师了。也是能赢的，能赢的。他现在 GP 也用了，然后周术师还有猴子，十分自摸差不多了，然后小门也点了很多。为什么他黑妹不是照双十一过来啊？他非要在这边等，他非要开门。我再给他一个插刀，我再干你一把。你知道地窖在哪吗？没牌。反正不在门这边，应该在船那边，船头吧。哦，黑妹终于绕过来了，三跑了。突破在那个四号机。我直接修了，我修二号了。老头儿，老头吗？我脑壳疼。我日，不是老头就是约瑟夫。我不行了，我脑壳有点疼。他在四号机啊！啊，我要去把他打一顿。可以。哦，追我了，开始了，吃了一锤子，打人没打成，还被老头反锤一下。老头追我了。感觉像闪现啊！一直在看他闪现，贴模型。哎呦，调音师扎机了！三个锤子，带着传送。你在哪？我在那个小推。哦，有人摸我，有人摸，调香师摸了。嗯。我今天第一台机准备亮了，差的不多了。因为调香师也要亮了。我感觉前锋要么着了。这个救不了了呀！我过去看一下吧，我就帮他把能量抬完了，还有机会，看看能不能抢得到。调香师重新起了一台，我就起了一台，我只有一台积木，就小推的。你再起一台吧，我去前锋那看看吧，我有磁铁还能救一救。为什么心跳这么大呀？你在哪？他想把他流血流死。扎我一下。就
完了。永远他要玩到了，玩到了，还有能量吗？完了，刷了一波分。你查一下血，你查一下血，我把这边能量也玩。行。他封路了，他开始封了。不知道小门，小门那个能量能滑到那边吗？可以啊，肯定可以啊。你再控一下，再控一下。能救吗？能能能能能能能。救起来了，救起来了。完了，这是这边的能量没了，都没了，三台。哦呀，抡了我一锤子！他是又修完一台了。他追我，我他还是追前锋。前锋一挂死了，给你推了。你起哪一台？我起的小门呢？就在他脸上，想起一半了。他把机子封掉了。行，我也过来补了，强势也过去了。我就把能量控一下，用能量一点，虽然很少，但是还有攻击。修修修，再修，一半了。那能量你控了吗？控了，小门的没控，但是小木的挺控，我去控一下。你说，哎呀，手电机了。换一台修吧，这电机被手了。那万一前锋被划死了呢？好像有点道理。快去起台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我在这边卡了。你帮我去修机就行。我操，好像有点道理。这边机子也一半了，修修修修修！我在这边还他。在划那个前锋，他划前锋，他在划前锋。他修你。还了，那我再修，我修我修。慢点了啊！我们这边先点了，你贴门，你贴门，我们这边给你看。行行行。哇哇哇哇！失常了，好像是炸了，我就知道，我自己修了。喂喂，你看你看那个特效，接点了啊、哦！3、2、1，接点。可以，我是把大能量充了。门开了，门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快走！踩了、啊，对啊，这么真实，我还在一个人，我是一个人在大门苦苦奋斗，是吗？可以，
哇，别呀、啊！哇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可以，是跑了。监管者投降了。死逼了。小丑，小丑能溜舞台吗？小丑吗？有女巫，还有。他冲哪个方向？女巫。哪个方向过？哪个方向？哦。大门，大门。别瞄一眼。没追我，追前锋了。双十一，前锋在双十一。不追前锋，我不知道他去哪了，我很慌。应该就寄生一个去找别人去了，反正我这边找我来了，找我来了，你说还狗，他放狗，放狗吧，鸟就不给你了。哎呀，放狗都没咬到一刀。对了，秀起来了。你的字在哪？他又放了，又放了。又放了。把他狗吸掉了。啊，没有，走了，不追了。我进去，我自己能补啊。嗯。你得告诉我在哪，我才好去找机子。海边有，要么就人皇双十一。小木屋应该有，成功的机子在双十一，产机很大的，就很屌。那调香师的机子在小门，就差那个前锋的了，我这台新开的台，行，不差呀，调香师也充气了，那就让调香师起吧，我去补机子。但是他发了一个站着别动那是我啊，他在哪打的一刀啊？我调香师去救了，调香师去救了。那你写我补一下前锋的啊。嗯，我补完了你压机啊。你打前锋打不上，能开吗？目前开不了，他收我机子了，反正一下就亮，你先修吧。亮了，哎呦，小鸡被震死了。没事，他们两个起来把我摸起来了，反正你压就行了啊。他们两机没开吗？没，这前方有鸟都不敢开，什么意思？那我得进。我开了，开了。差点炸了。能开不？牛逼！他追我。没追了，快走！把门开了。行，我怪了。我去瞄一眼他们的。在前锋那里。前锋不是在开？又多开。前锋在船上。在船上。那咋整？好像是要去，去瞄一眼。他寄生我了，我溜了，告辞。先溜吧。他没寄生我，他寄生了你。寄生了你。
得去救人了。你在哪？哦，我在这附近，小木屋附近。可以救，可以救，应该。他切了，切清楚了。切了，他要切回来了。这个盘那是。走吧，走吧，前锋应该能走，应该开门去了。应该能走了。你能出去吗？我能。你能出去吗？你的傀儡，你的傀儡在揍我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nice， 走。你的傀儡在揍我，我好像走不掉了。走得掉吗？这是本体吗？寄生吗？走掉了。寄生，爬爬爬爬爬爬爬。你为什么没点爬行加速啊？我点了一九。让我出去。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，没了。哇，前锋能走不是我说的。是你点一九了吗？点了。可以，然后突破在红蝶鬼屋里面，鬼屋里面去起点了。红蝶的话跟他跑木马死不掉呀。你臭不要脸，你这都没追得上来，多少人满了？快去桥那边打洞。打个蛇，我要秒倒了。死！我爹太胖了，把我卡。我这鸟没跟上。我真的不会玩祭司，这人完了之后我人都傻了，老想着玩洞，人还打不出来洞，像个憨憨，都气死我了。完了，前锋哦不对，又没赶到都过半了。没有，不会过半，他弹过来就不会过半。那你我给等会给你个鸟，你自己往那个桥那边跑啊。嗯。啊，你车是坐不了的。我跑到鬼屋那边应该能跑，桥应该是不行的。我还有两个洞，一个洞都没打打。下来再说一声啊。我回去看你们。哎，兄弟在这边，这边都救我。你别打着打着打着，他的屁股给你一刀呢。快冲！哦，我活了，我活了，我活了。可以可以，那你消失吧，你消失，你消失。要么你打个，你真，他 TP 进来了，他 TP。那卖了卖了卖了，爆屏了。我不想玩祭司了，这个东西就是个憨憨，我靠，真不会玩。这辈子真短，真是，不然就是，这东西不适合我蛤蟆人吧？蛤蟆人修不动。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波。哎，第二次下边能打到上边吗？怎么可能？那算了，谁去救的？完了，佣兵还要来救，好像不对。那完了，买一送一。完了，万祭司，以后让给他们玩，我真不会玩这东西，还能有秒倒这种东西的，我的个天！你还崩了，还是红蝶。你知不知道他们的遗产在哪？没有遗产好像。嗯，对，没有遗产。佣兵的也没有，吃铁的也没有吗？佣兵的一号机刚修没多少，佣兵的机子那个开弹眼点开了，那完蛋了。哎呦，有平，没有，还行的，开弹眼溜起来了，能平。哦，他还没有，他好像带着脏狂。
还剩一台机子在哪呀？还剩一台这一号机，一号机，哦，弹起来 ，nice， 哇，又被修起来啊！不不不，勘探员修起来，呜就飞。你勘探员自己去补，然后你去救人，没错，能平。用兵补了，用兵再补。啊 ，TP 过去了，那完了。那完了，他要躺地上了。他没打着，他一个弹簧手秀起来了。就你得摸勘探员。来打。这摸个屁！他治愈有吗？他没有字幕，他没有治愈。你快摸勘探员，勘探员还能秀，他现在应该有一个磁铁。不是磁铁，有治愈吗？他有治愈，他有治愈。他不想交。追我来了！就你满血，不追你追我。不、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这飞，飞挺多。打着了，我在摸佣兵。怎么板子都被人玩掉了？嗯，就是那一块打板了。天冷天冷，他要回去了，他要回去了。哎呦，这两个人没有护摸，他们要挨揍了。那电机差多少？电机差的应该不多了。他又飞上来了。那不是，那不是不多，那可是非常多。非常多，哈哈哈哈哈！鸟都出来了，那么强，佣兵好惨，在地上躺一年。没有没有，又没钻。又没张狂，他要 TP 了，你要回去摸勘探员了。嗯，没有，他挂了。挂了之后 TP， 他 TP 没用 ，TP 也挺好的。佣兵在看你，佣兵又要挨揍了。这么快，我还没补上呢。OK， 还可以。只要他能救得到，我值。哎呦！你看这个飞还是很恐怖的。他俩又在互摸，我感觉佣兵都不一定能摸得起来了。这个血量，差多少其实？三分之一，顶多五六秒的样子，差两个刀的时间。都已经四层后遗症了，起不来了。摸人很快，看探员啊，奇怪 ，OK 投了一下，一下就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练一下祭司这个玩意儿，你打前锋啊！啊！我打前锋，你让我打前锋吧。对啊，打前锋不稳一点吗？问题是不给我玩啊，这个号。你看看啥图符？看一下，杰克小木屋。OK， 找我来了，走了，封上一刀。追你了，对他不肯定不追了，他去大房了。我在大房，跟他跑马拉松了，他开不了技能。
哎呦，这种物证你都打，不要命了。超眼是什么？传送吗？嗯，不知道，没用过技能。他没超过眼的话，那我默认晋升了。应该是晋升了。他还要追我，他还要追我，还要追我。这人开始头结起来了。那叫二楼去溜呗。不行，我这边开不了二楼了。哎呦，这个乌龙打得好，自己打乌龙，你好烦啊！两秒，一个秒，你打吗？小 boss 草房待不了了，草房有点危险，没板子。能顶一会儿，顶一会儿吧。我再带进去，马上亮了，十秒左右。那我这边修完过来救你吧。嗯，七星墙，无敌房子修了一点点，不多。有人去补了，我觉得可以挂死就不行。有人没有碰到机子，现在才碰到。那我开酒过去了。美云炸了，我能扯下来。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我给他撞，给他撞。还有球，还有球。你确定我能走？你确定？你确定？不确定。你确定我能走？我得把他隐身撞出来。哎呦，有乌刃，不炸了，还死一闪击，有点危险。这里还是地下室，哦，完了。不亏不亏，这边电机应该是够了。然后无敌房子这台能开的话，机子就够了；开不了的话就很悬了。开得了，他没张狂，守不了。没开，没开，看到没？没我起来，我去补。哦，好像补不了了。他为什么不救啊？不知道啊。冲不起来，冲不了，冲不了，差点冲起来，要冲起来，差了一点点时间。他去救我，补电机就救了下来呀、啊，他没去救啊。拼了拼了，这黑妹估计跑不掉。现在一个路人打死，没打死，翻窗，很干很，一批，大门。没追的说一声啊！还在追，还在追，要追，要追到死。反正这三个人肯定要死一个，除非他溜起来跑，还能跑个地角。他溜不起来了，反正都被踩了。这个位置他没了，没试一刀没打到。这黑妹干嘛？黑妹不走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感觉他能走地下，好吧，我感觉他能走。如果这里有地下的话，我感觉他能走。走吧，走吧，直接下一局。地下好像刚才在我脸上是吧？小丑，看头上的。小丑，在双十一。行。双十一买的机子，我要溜了。不是小丑在哪？小木屋吗？我要往小木屋走了。双十一没去，小木屋有一台，我去了。海边那里去啊？小门，应该是往
救我来了，救我来了！我在小木屋。一阶去啊，没装封印人。嗯。还在找人。那不是老一去了吗？锯断了。锯板锯断。张狂。张狂。对。张狂一刀吗？有风窗吗？没听音器了，看这架势音器要锤我了，我没吃账啊。给一个吧，给，别，别给。我在看着。给，闪现了。好吧，骗了。哎，无所谓，我去船上溜。不追了，你就去海边那边修机子，我一会儿过去摸你。行，抓条枪了，反正香水没用出来。是，应该闪现了，闪现打死了。那这边挂死救吧。嗯。他既然带了闪现的话，然后你补。哦，我去看给，我去。啊！我去补你的机子，闪现的话你就得修起来了呀。对啊，我抽只有一半，能不能救起来还不一定呢，不打出个恶运气，那就完了。有一刀，有一刀吧。有，他没踩过板。没踩过板，那就是有一刀。对，卡死掉啊。你差了多少？他往倒船带了。我去保他。别点，他要挂我，可以救，别震慑就行，就当他面吸一只鸟也行，别被卡位了，可以，还可以点，一刀斩，还有幽闭恐惧啊，你看没，他救过来了。闪现，交了。哎呦，我被震死了！他挂我，你走吧。哎，快走！这个人不挂，摊出屎。就屎还行。那我等他拉锯过来，我再走。拉锯过来。不是他还是要挂我。哎呀，我脸上这个地窖，他如果摊一手的话，还可以跳一下。问，好吧，躺赢。龟速上分。龟速。看小屠夫。
听表演。有那个红蝶，我的是往医院走了。行，那我直接修了。哎，三连这边跑，这我来了。这红蝶怎么不飞了呀？完了，坑爹了。转业了，转业了，封仓一刀。封仓一刀。对。距离不好就跟我说，我就等你了。还能溜一会儿。看看。死了。可以，牛逼。这红蝶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？我溜了，我溜了。我在你身下。你先修，你先修我。好吧，你摸也行。我想凑个宝贝来着。你看他都半血了。怎么老想着摸宝贝你？万一凑出个球呢？手电筒呢？瞬间翻盘。可以。总要赌一赌嘛。赌一赌单车电摩，赌不到摩托单车也没电摩。万一我拿了个手电筒呢？红蝶不就废了？砰！应该真而已。不亏。摩根针，可以一会儿你都能自摸呢，是吧？都不用担心打扰我们的节奏了，是吧？说不定红蝶抱起来还能真插到脖子。变尸了！哎呀，无伤就爽。最后一台圆皇机啊，快亮了，差的有点多。圆皇机在哪？你修完你贴门去了。一个死。你别守了，电机。装个蛇皮，我没蛇了。金身，那电机烧多少啊？哎，差一段。那完了。你修，你修，你修。受不了，你这个人还不愿意走，还要在这儿。这干嘛呀？那完了。没球了。没有了，保平了。一点都没有。一点都没，我手上是根针。这椅子没了，这把赢了。红蝶急眼了，我要丢了，不理他了，修别的。他是金身吗？不知道，没交。一出手就没了。我去帮你摸个球。没，他追我来了。然后医院一楼有机子，我先修着。等你一下把魔术师走，我就死了。你补一下先知机，啊不不不，补一下你自己的。我怎么补我自己的？补不了，等下他又回来怎么办？怕啥？他没带封装、啊。传送，传送，传送。真差一丢丢，差多少？差多少？救命！我
躲位一下，躲位一下，躲位一下。压好了，压好了，压好了，魔术师压好了。躲位一下，哎，躲位一下。哎，就是抽不到，哎，就是抽不到，就是抽不到，抽不到。点了。娘我的！看到你干嘛？小木屋的，小木屋的，你能走不？能赢，能赢，这把赢了。有鸟，没有，不赢我倒立吃艾丽的头。哎，你不如倒立拉稀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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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看了。看到没有？古墓嘛。我修帐篷，杰克往鬼屋走了。应该传送啊，默认传送。怎么还有默认传送这个东西？什么玩意儿？谁教你的？因为他不可能带其他技能呢，他带其他技能他输定了，所以默认只能带传送。你修啊你修啊你修，你现在没受伤啊，没人受伤，我就重新洗一台。白给。你的啥能量吗？能量。那行，我自己重新起。那你现在只用娃娃就行了。那谁亮呢？你的娃娃还是佣兵？我的娃娃和佣兵。两个人一起修的，嗯，那完了，那我得多修一台。你不认打起来，又起来，不上救了。牛面还可以再救一次，修吧。不追了，换节奏了，杀你娃娃了。娃娃打架了，你娃娃再起一台，我选了木马，我再修。没有保命，我一会儿去救人。没有，这个佣兵打完再救一次。你赶紧找台电机。我有保命。我的机是二号机。哎，他没看到墙，就在他脸上，他要去揍你了。杀我！应该是没有。不是没心跳啊，着急死了呀。在洗脸。当然了，拆的电啊，就差二号机，二号机还有点多，要换节奏了。鬼屋后边是台遗产机吧？刘明是一秒吃了三刀吗？牛逼！他没防，防防守好像用的挺多。哪来电机加了？哪有电机啊？有个十个。二号机就在他脸上，那台机修不了，我去救人去了。
闹小鬼屋了。他不追用你。我弹幕调香。有。你追不下来呀、啊。就得下来，我还不用吃刀。那我重新洗一台。我得去起点终点点，这边来不了，再打要出差。你娃在哪？我娃没了，我跟他打了两刀了都，在起点那边。强师又被追了。强师一挂飞呀、啊？是二挂还是一挂飞？他二挂。二挂那还有个机会，你自己自愈吧。嗯，我能自愈。我再摸个箱子，看能不能摸到针。强师有往我这边跑吗？啊，你看不见。我起来了，他刚才在往终点站那边跑。日子差多少？马上摇好了，谁救啊？我去。你告诉他呀。真的就我一个人去，没有，调香师压了，调香师压了。我造，biu，你救得了吗？救不了，你过来救。我这个锤子我救了，幽冥早就凉透了。哎，那点了。哎，还有，可以，别点。救不到，太慢了。救得到。别真实了，给，当心脏吗？快走！长手丢了，一兵没交。他接我来了，传送没交。嗯，我先摸个箱子，不着急。哦，我摸了一个宝贝。快走！传送啊！传了！妈，调完收拾。我还能混个150分。你快摸我！快摸我！佣兵瘫了，没了。幽冥不过来，平了。我混了好多分，我肯定是评分第一。平服，稳健。但我还混了150分。他真的就没手持啊！喂，哎，你干嘛呀？你差点死了！快走，开不了。你差点死了！没有，他打不中我呀！你接了个乌刃干嘛？是吗？没事。你先走，我还有鸟。他直接就过来了，哇，这人就跑了，当然了，没有字幕。你能跑吗？我有治愈。我怕你，他 GP 应该好了吧？你能跑到吗？还差多久 ？GP 是多少秒一次？他 GP 没好。没好，走吧。差点炸了，我都没发现他人来了。约瑟夫，快躲！好，袜子不要，这个其他都不要了。在桥上，桥中间有洞啊。可以，我看到咱俩修的，还是能抢开。修不了，我修不完，短命钻石。
20%不比前锋少吗？哇，可以，牛逼！行，我倒立起头，我倒立扣比死。哎呦！哎呦！吓死人了！我这边需要摸一下。我去！你能打个洞过来吗？我去。来！哎！放不安。你确定要摸？摸一丢丢。又打了个洞。摸一丢丢，别摸好。然后等他下次拍照再帮我摸好。跟他绕。你去鬼屋里头。去鬼屋干嘛？这得修啊，这得修，我又不能治愈。他要揍你。那得跟他跑，那得跟他跑。你找个地方休息。别的地方。等这段经济受不了了。要拍照了，不对。抬着我呢，拍了，没有，还没有，马上，3、2、1，拍了，有人在哪？有人在桥上，桥上那还是原来的地方，我打个洞，摸好，我去镜像里面修，你修。他来了，我跟你说，他去起点了，你修吧。我什么都没有说。太挂佣兵了，他来锤我了。来钻洞，修了完不？那完了，你金匠还被打一刀。钻洞。他打到我了。摸一下我。你这洞太明显了，你还带着皮肤给人家看那个洞。走。还有闪现把我带走。你看，我就说这个人。居心叵测，还想杀我？他锤你了。你可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？我的名号叫做虎牙一茬。你要是能杀得死我，倒立起头，可以吗？我要倒立起头了，太真实了，这个是。他不杀我，那。又拍照了，怎么喜欢拍照？他都已经炸了，还拍的，好多残疾啊！还要打我金枪，我要去看一眼，我把他挂了。你在哪？红木吗？你去终点那边，我可以去帮你卡牌，顺便摸你。我带寻了木马，好的。不浪费，万一他真是闪现。他已经是闪现，他闪现用了呀。用了。对啊，他刚才假装闪了。我在终点啊，摸一下我。好。终点哪个位置？跟消。赶紧的，不要让他挂我。等我来了一个千里捡尸，我就炸了。有人呢？一起摸，你再摸不起来，我倒立起头。对吧？你看这速度，开玩笑呢。哎，跟你说，我玩贼拖时间啊，上分慢。虽然是稳，但上分慢。这把打完，估计就末班车了。末班车都不一定有。我没有。太磨叽了。
怎么就我的血量不那么乐观？不修呢？这是没有奖金啊！哎呦，哎呀妈！哎，打洞打洞来来！这个东西真的是过分之极！我香蕉皮没了，我么的！啊，闪现！哎呀，这个人香蕉皮的，我服了。就说这地上这个脚印就很吓人，转身就来，哇，毫无一点道德人性的什么东西。他要无伤救了呀，他救你没？他有没有在救你？救个蛇，他就要从那边桥那边过来。你可以过来偷我吗？我别偷了，你过来救。偷个蛇皮。等他救到都二挂了。哎，过半了。他挂我了，不是，我能救你，好吧？你先把自己金枪救了吧。他会救的，我要通缉你了。他往哪挂呀？我也没看到你。哎呦，偷了，他玩牌了，玩牌了。回去了是不是？完了，又秒死。弹护臂啊，这个用完了，我过半了，没有，你快摸起来，摸起来，你有搏命吗？我肯定有啊，快摸起来，你俩快摸起来，就差红木马那台了，我两个你，我的鸟是一半的，但是我二挂的，这是有点不容乐观的事情，摸得起来吗？nice。我把你带走，把你带走。你先消失了。丢了。拍照了，我先摸你啊。我们去镜像，我们去起点。哎，你进镜像了。对啊，你不是进镜像吗？先摸好。摸好，你确定？我这个血那边镜像有一个呢。我知道，但你先摸好呀。反正等会就要大心脏了，你还在意这个？把我也摸好了。有点道理。你去起点贴吧，我去补一下。那台机差得多。那你就起点重新起一台呗，你看他敢不敢守呗。起点估计都没几只了吧，都在起点这边守。有一台一号机的竟然没人修，那你修呗。打了佣兵一把，佣兵彻底修不了，你的血还得再摸一次才能修。你这个血量摸起来很尴尬。他不会突然玩牌打我这了吗？我能压好。你能压好？对，确定，肯定。那我去听了，你得告诉佣兵一声。我觉得他没一刀。打长洞给我。哎，他有一刀。他有一刀啊，对，那你打截个洞。还输了，我觉得可以摊一手佣兵，你觉得呢？佣兵二挂吗？佣兵一挂，哪里二挂？那就摊一手呗，去把门开了。门已经开了。你要不要绕过去把门开了？我只有最后一个洞了，用不了了。
他要打洞，他要打洞，他要打洞，他敢打，打了。他不仅要打洞，他要打我，还闪现。啊！你怎么出来了？那完了。他闪现打的我，我不是一挂飞吧？我一挂飞。哎呦，他闪现！哎呦，我鸟就差一秒，好烦。我本来想帮你们勾引一下，然后你们开小门，我这有个地窖，然后我一个鸟又走地窖，这把就赢了。我想太多。炸了，炸了，炸了，拼了。没炸。还是平了，还是平了。这人跑几点门去了？好像这个样子有点不悬，还是平了。伤啊，血伤，烦死了。后爷少妇。